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耶军是 RWB Preview Channel。 那2020年12月份最后一个月的红白盒还有黑盒我是已经收到了一部分，但这个84号这个雷克萨斯的这个 RCF 啊，还有一个初回的还没有收到啊，这是一个 Toyota Crown 皇冠。然后黑盒部分呢，是一个我比较个人比较关注的一个月球车。然后这两个虽然我不是特别关注吧，但是好像热度比较高，所以也收了一对，到时候一起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那现在就在弹幕或者留言当中告诉我你最想看的小车。 OK, see you.